日本的丸山宏教授，他给我们带来地方道教文献，就是以旅行课题，以漳州台南道教与瑶族宗教为例。我们都知道那个丸山老师，他在台南，台湾南部不止台南，还有高屏啊，都有非常多的研究。然后他现在在那个应该是流行大学的图书馆对，发现了很多啊闽南的材料跟台南道教有关联，所以他今天会跟我们透露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新讯息啊，帮助我们这个计划能够在连接台南跟闽南的一个研究。然后另外一个部分，他们也一个很大的团队常在研究瑶族的宗教，那很多的新发现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新的介绍。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丸山教授。但是呢，我不是人类学者，所以这方面比较薄弱。
而且我自己是学本科生的时候开始学这个中国的历史，喜欢读古文的，所以开头也是对这个天气道有兴趣，五斗米道有兴趣，所以呢，我首先那个还没到台湾留学之前，就写成一篇简单的论文，就是有关上将仪器方面的这个内容的论文嘛。这个论文对于这个夏天夜的时候，我除了我的意外有他的我那个论文的效果很有效的，因为我这个论文的 copy 给道长们看，道长们就马上知道他们是这个知道他们自己的那个灵宝派的正义的天气道的历史嘛，有基本的观念专词都在头脑里头，所以他们看我的论文呢，就知道这个人可以谈的，可以交流的，虽然是日本人，虽然是中文不是那么好，但是还可以交流的，所以他们慢慢的给我公开他们手上的一些书文啊，一些版文的那个样本啊，这些东西，那我一直以来都这个方面有兴趣，所以呢，我下田野的目的是慢慢来收集这些方面的资料，来慢慢看分析一下这个宗教的内容，有社会关系的内容，两方面都反映出来的。所以我对这方面一直有兴趣，我的基本的立场是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我那个留学开头的第一天抵达台南市，然后呢隔天就丁煌教授，我台湾的老师，大学里面的我的老师就是丁煌教授，丁煌教授跟我一起去那个姓曾的曾俊寿老道士的家里去，给我介绍，把我介绍给这个曾老道士。我来之前不认识，当然不认识，不知道他的重要性，但是慢慢知道他是台南陈家、曾家两家这个最重要的两家这个世袭道士的。道士世家的一个姓曾的这系统的最后的一个后裔，然后他虽然是不是虽然没当过这个高官的，但年纪大开始学习他的家里的传统，所以他来不及，还有我身体不太好，身体的情况也年轻的时候从年轻以来都不是很好的，所以他说他自己没有这个爬过高地的，但是呢他读了很多的书，他读了很多的书，所以他我在台南的时候那个时候当时跟他一起走来走去，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他下面他那个时候76岁，我还记得比较清楚，76岁77岁的，他下面有向他学习的道长，大概五十来岁的最有活力的那年代的道长很多，比方说那个钱家的大堂的那个不是乾隆县道长是一个上面的一个兄弟的一个弟弟的部分，他是一个老大的系统，那个陈景熙道长，这个陈景熙道长，还有那个仁祖的苏登昌道长，还有喜树的那个来荣辉道长。比较年轻一代的就是王德和道长，还有杜永昌道长，
这几位道长的风格很不一样，但是呢，他们都尊敬邓老师。为什么尊敬他？因为他知道很多这个道经文件方面的那个里面的意义，很难的那个词汇的意义，他都可以说出来的。所以呢，他们都很尊敬这个邓老师。然后后面我要讲一下，先讲一下这个，杜永昌道长的这个情况啊。杜永昌道长，杜道长是我对我来说是，最亲切，对我来说是怎么说，最重要的一位道长，但是呢，我问他自己的那个家谱的时候发现比较复杂。那个他的老祖宗，姓刘的，就在安平那边，不是当高公的，是一般的道士。道士世家，但是不是那个做这个大法的道者，然后第二代是刘基，然后第三代的时候就是他自己的父亲杜景阳，道士。杜景阳道士我见过一次，他那个时候，当时已经老帅的情况，年纪比较大了，然后呢，杜永昌道长是，他好像83年爬过高地的，我记得时候87年嘛，所以当道长大概以4年的经历。但是呢，他那个时候四十来岁，46岁左右的，很有活力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年轻一代的道长。我这个问他的重要师傅比较复杂。这个研究这方面呢，也很重要，我觉得很重要。一位有三位重要师傅，一位是王里那里的林南，林海穗，林海醉，这个道长的堂兄。为什么杜道长说堂兄呢？因为这个他的父亲杜景阳道士。他是也是入赘的，当过人家的别姓的女人的丈夫的。那个时候，改姓杜的，本来是姓刘的。然后这个林南的那个两代前，差不多两代前，或者前面有也是入赘的，本来是姓刘的，所以他们这个。杜道长跟林海穗道长啊，这看起来是不同的姓，但是他们是一家人，姓刘的一家人。我还不知道这个今后要我问一下，这个他们刘姓的人从福建的哪里来的，我还不太清楚。他们说是比较模糊，是泉州来的。但是呢，我猜是泉州的南边，靠近厦门的那边也是泉州府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从那里来的，是我现在的推测。然后呢，杜道长说比较有意思的话，他们过来台南的时候啊，他们老祖宗在大陆的时候一定不会当道长的，当道长的条件那么好的，已经生活好的，不会冒险来渡海来台南的。所以一般的道士要谋生的一般的道士，这个身份来渡海过来的，是他的看法，没有很清楚的那个文字记载啊。他自己也像他自己的老祖宗的情况，我也赞成他的看法，很有意思。然后呢，第二个老师是吴阿昌道长。
是不在霸道的，他的度虚，他只是他我也见过这个吴道长啊，吴道长我跟他见过面的时候，当时是六十多岁，他胡须长得很长的，这个额下的胡须很有仙人的味道，非常有仙人的味道，六十来岁的，他那个吴道长呢，对于杜道长来说是那个趴自己趴到地的时候的度虚。重要的东西，他那个杜道长趴倒地的时候的板纹啊，或者是书纹的这个名义，是这个五宅化道长的名义来写的。五道长的父亲不是五道长的父亲是吴天智道长，是一个。不是高工，本来不是高工道系，它是一个法系的系统的。有人研究过这个吴天智、吴阿藏这个吴家的情况，它不是世袭的高工道系。但是呢，他父亲吴天智的时候，吴阿藏的父亲的时候呢，跟这个曾智道长学习。或者是乾隆圈的爸爸钱恩，当做老师学习大法，所以呢，这个杜道长来说是，他跟这个台南的这个曾家的系统，通过这个五阿汤来联系起来的，这个情况呢，杜道长也很强调。强调，所以可以看出这个姓曾的道长的重要性。曾智道长呢是法国的西伯尔教授，开始学习的西伯坏习的对象，但是马上就他跟曾智道长学习的时候，开始学习，那就马上就他去世了，所以曾家的一些重要资料呢，就西伯尔教授再到法国去研究，那个他写的道教台湾之道教文献的目录里面的很多资料都是曾智的那个资料，曾智道长的资料。然后第三个杜道长的这个老师呢，是我刚说的那个曾春寿老师，对杜道长来说是学习文书的老师，我跟杜道长学习文书吧，那个攻读文件啊，祈安教的文件啊，都有跟杜道长学习，但是呢，他的根底啊，杜道长的那个文书的根底，就是基础，就是跟这个曾春寿老师学习的。那曾春寿是曾老道是曾家的一个系统，所以。我自己写的那本书里面的台南的文件都是，曾家的一些资料来分析的，是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台湾的那个晚道系之间的网络比较复杂。那他杜道长的父亲是杜景阳道系，杜景阳道系没有当过高工的。一般的道士，他人际关系弄得非常的好，所以朋友很多。那但是呢，他也学到的，他父亲的几乎跟杜道长不太一样。他父亲的老师是仁独乡的苏七图道长，还有是阿光这个名字的道长，姓苏的。那他这个苏家的道长呢，我认识的。其实刚才我说那个上面，
这个千进溪道长下面的四更山道长，这是一家人啊，一家人，叫组长这样子。然后我想要补充一下一些问题，曾道师啊所藏的复原文献，我的看法是有些是已经，台南道教的有体系的，多大部分是有体系的体系里面的东西，但是呢，它也有体系外面的东西，这个比较复杂。这个东西是三清宝场，或者是传度的华教文件或道藏密钥。这个文献呢，我后来发现三清宝忏呐，是台南道平常不用。如果七天、十二天那些大规模的时候，曾老师特别拿出来让道士们念，但是道士们不习惯了，因为念过，所以他自己念。然后这个三清宝忏呐，我去泉州的玄妙观的时候。可以买到完全一样的东西，就是泉州，我觉得肯定是泉州来的，不是漳州来的。然后呢，灵宝传都华教文件，这个跟台南道的奏集文件，我研究的奏集文件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这是唐外荣教授编的书里面，我有一篇论文，小小的论文。里面提到这个高平地区用的这个佛教文件呢，是泉州的或者南安那边的东西，我猜是为什么？因为参元法比较浓厚。这个佛教文件呢，对台南的漳州为主的，或者是台南的体系的立场来说，是外面的东西，不能用的东西。然后呢，道藏密钥也是我这个道藏密钥有研究啊，我那本书里面有初步的研究，有这个是类书，一个百科小百科全书，但是呢，这个项目或者说明呢、啊，我觉得很有差距，一些项目啊，台南道的体系里面找到的，我一直是怀疑。然后谢宗辉老师他在高平地区收集了类同的文献，然后觉得他考证出来就是南安那边的泉州的靠山那边的地方的东西，我才比较舒服，因为我的怀疑就溶解了。但是不是我自己溶解的，是当地的台湾的年轻的学者就是有贡献。这我要讲的是曾道士，这个他是晋江来的，然后全家是龙溪来的，这个有点距离，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嘛。然后他带来的一些泉州那边的东西，做一个成立一个台南体系的时候啊，是外面的东西，这些比较细腻的情况，我觉得非常重要。然后我看看这个大英图书馆里面的这个手抄本，我要讲重要的部分吧。曾家的这个祖籍是这个晋江的这个石溪那边，然后钱家的是漳州的龙溪，然后呢这个。稍微看一下，这个是2012年我在金门那个地方道教那个研讨会的时候，这
这是目录，这是大英图书馆，这是公开的资料。它是1870年的时候，搬到英国来的，英国人拿到的资料。然后这个，你看这个金录，都是金录。看看这个目录，先稍微看一下这个目录名单。齐语这个比较古老的，但在安陆和王爷的，因为靠海边的，是白许建的东西，所以靠海的。这是金陆，但在火部和北斗，金陆偏东，金陆早朝，早午晚都有。然后这个。哦，这个很重要，35个，这个呢，他们没有黄路，没有优法，他们自己爸爸道士家的爸爸死去的时候啊，用金路的方法来渡啊，这个比较特别，因为明清以后呢，大概这个很这个原则上是金路也可以渡完的，古代或中世纪的话。但是明清以后、明代以后，黄路也可以吉安呐。这个 category 不一定是很硬的，但是呢，对我来讲是台湾的、闽南的进入的话，是一定是吉安为主的吉安。但是他们这个三藏仪式，自己家里的三藏仪式，可能不让给和尚有赚钱吧。他有金路的方法来消极间处理这个问题，三藏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很特别。其实这个情况呢、啊，一个 category 的问题，就是平和县山谷山那边的蔡天林道长，他也是漳州系统的，他们家的也都是金路的。没有一个环路的，没有一个优法。这边还真的靠海的白水镇，就是下面的对岸啊，这里也没有优法的。那问题是，这个是最重要的部分，我的演讲最重要的部分。那这个金路跟台南的体系啊，金路的部分一模一样，可以说是一模一样。那海城的没有优法，只有清法。你台南的亲友都有啊，那台南的优法从哪里来的？这个是以前我觉得台南道有灵宝，有金，有优，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很自然的，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现在自己感觉是自己制造问题的感觉。这个比较困难，因为这个台南体系里面的这复杂性、多元性是来源是多元的。一个源头我讲到了，这个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里面的，这一定是源头。但是呢，那增加的功能或者是厦门同安的时候，有这个情况吗？然后已经有体系了，亲友两个都具备了。过来台南吗？还是在台南全家跟曾家或者是别的同安来的一些这个不同地方来的整合起来吗？有成立一个有体系的吗？然后我研究的奏集文献啊，奏集文献是非常有体系的，很聪明的道长编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这个清的、幽的、这个小法的、大法的具体的这个针对，告诉这个他当地的道长，今后有当道长以后呢，叫你们就叫降下来，这些宣布啊，都是完全跟台南体系的一致，没有漏洞，所以这种体系是怎么成立的，是一个问号。一个问题，特别是优法方面的，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比较重要，但是比较少的问题，是全家的
乾隆、乾锦溪道长他们家的这个祖先的问题，就是我这个目录的这手抄本的年纪都 年代清楚的都列出来，然后要小心这个地方。最古老的是康熙年间的这个前号其余第1689年，这很古老，但是呢后面最多最丰富的这个道光年间的这个前法兴道长，前法兴道长到道光20年代1840年代的这个道长留下来的东西比较多。这个前法兴道长的年代，我觉得他活跃的活动很多次的年代是1840年代吧。那就台南那个来台习祖的那个钱家的人，就是钱弘的年代跟钱华兴的年代，有一个说法是钱弘的爸爸是钱华兴，但是呢钱弘的年代跟钱华兴的年代对比起来，那个定皇诏书的资料对比起来是不符的。钱弘比较早，那儿子比父亲早，但也没有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啊比较麻烦，因为丁教授也坦白说写出来，他说钱华兴方面呢、无资料可考证的，无资料可考证的。但是丁教授还没看仔细看这些资料呢，可能看了这个资料又可以改变他的写法，所以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不是问号而已，这个也是比较大的问题。超然这个名字的道长也有问。还有一个我想要讲的问题，是我今天要注意的问题是，这个5天的教啊，台南的成绩完全是一样的。这个部分，这个钱华兴的这个大英图书馆的这一套资料，我很惊讶。这个资料呢，本来很多人知道，那个 Michael Sasso 西德教授他们都知道，但是呢，他们是只是弄出了一部分。比方说西德教授，他写了很多可以的书的时候啊，他也提到这个大英博British Library 有这个一套资料，里面有分钟的部分，就这样写到完了，都完了。还有那个杨国珍老师，那个厦门大学的历史学的，他只用这个送船的那个港口的名单的部分而已，他们都没有当做整体的这个来这个分析对象。所以呢，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要全部都要看，从这个道教文献的立场来看，文献的立场来看，那就发现这个钱法兴啊，这个书艺这个译文啊是很难得的，就是可能是不是正本是副本，留下来的这个东西，钱法兴的这个东西很有意思。这你要注意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是我画下面下线的部分，这个一部分，这个南音老朗，这个是做这个仪式之前呐，有社会上有动乱，所以呢正信这个正信耸立嘛。然后第二行这个这写的这个部分，然后谈到
特唐特这个，这个字本来是写的字是这样的字，但是我觉得是这个字才对，唐特吉安，然后他受到了这个神的保护，所以感谢。然后呢，这边也写的哇。这个部分，这个下面这个部分，对，这个宰生这个殿扫，这手脚本写的这个字，但是这个字查很大，很多种词典都没有这个词汇，我觉得是原来是这个冰块冰扣，然后呢这个除掉了免除了，啊。这一八四，你大家都知道吗？1840年代，这个海战地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英国军舰来，要上路，要上路，所以大家觉得很恐怖。我找到了一个这个高官的记录。这个高官的记录，这个道贤航海见闻录，这个1842年考，就是海城县的情况。你看，城内居民早经逃窜，这很恐怖的一个情况呢、啊。然后最后呢，是贼进未来，就是贼终于没有上来，所以。真的有泥沙，那个海岸线的附近的海底泥沙很多、啊，那个军舰，觉得很担心这个，卡住了嘛，没有办法嘛，所以他没有上来，所以这个溯源跟这个情况，我觉得一定有联系起来的，一定有联系起来的，所以这个资料呢很重要，这个丁和生教授有复旦大学出书一本这个。从台道教文化看这个台南的这个历史文化，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从来啊研究台南道的人啊，多看这个道教仪式范围内的东西，很少联系到这个社会问题啊。但是我终于找到这个很重要的消息，这是一个很重要，英国军舰来。恐怖的情况、结果他们没有上来，那就那边的老百姓都感谢神明了。那个时候，很多那个当那个基层的，他们都是额外的啦，不是正式的官僚，是地方的一些有地位的人，有这个文武两方面的都参加，所以这个是一个道教的整合的力量。表现出来的这个资料我拿到了，我就很高兴，非常高兴，这是很难得的一个资料。这很奇怪哦，英国人威胁那边的道教，不是那边的社会，然后呢拿到的资料现在放在这个不是希腊国里，然后外国人看了很高兴，这个情况就比较奇怪嘛。这很珍贵的资料啊，这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研究这个课题，我不是田野派，我还没有到白素贞那里讲这个陈家的这个世袭道家的这个后裔，还没有做这个项目，将来有机抓住机会慢慢做这个题目，但是说不定在那边也找到这些资料吧，所以先介绍也有意义的，这样，然后呢，我看这个是增加的这个有台南道教体系里面的东西，不一定说是漳州来的，但是台南道教体系里面的也有一样的译文呐、啊，就是说这个逆匪盗贼扰乱，这个有关的译文呐、啊。这个从来没有学者注意到这些方面的问题，因为清末民国初扰乱真的很多，地方社会上，所以这个资料很，我觉得
看道教的社会上的整合的功能的时候啊，觉得非常重要。嗯，是这样的。再也是这个战争的情况呢，然后差不多是这样的。他这个台南的比较意思比较不同，他是扰乱以后呢，贼寄所害嘛，然后呢，他有这个镇压以后呢，行为杀戮嘛，就是政府方面也杀了很多敌人嘛，那时候有死灰很多啊，就要清洁一下，那个时候用吉安教的方法。这方面也打仗的社会不安的情况跟这个道教体系这个活动是联系起来了解的，这方面也要努力做下去，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所以呢，丁教授主张缺乏这个研究台南道的人的一个缺点，我现在补上去了，现在才补上去了，三十年过了三十年了，太慢了，就过了。是这样。好了，这样的大概是这样，然后我差不多时间了。我讲一讲，可以讲吗？还有十分钟。那还有十分钟。那我想台湾学者的一些贡献，我要讲一下嘛，这个很重要，因为在台湾报告做报告的，所以因为有真的有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一些这个成果，真的有。这个部分，那个阿三诺先生，他虽然跟这个乾隆宣道长用利益交流的，但是他1930年代以后的道士跟这个地方社会的这个变化有什么联系？这个写的非常的详细，非常的详细，这个值得翻译中文。这个一个，然后呢，这个陈宏文，他是东华大学的那个人类学方面的这个硕士论文啦，道与地方文化一位道长的成长历程。这个道长是谁？是杜永昌道长呢。他这个陈宏文是谁？就是他的外甥女。所以这个 interview 的时候啊，虽然有，当然有杜道长也讲了很多啊，但是他妈妈就是他的杜道长的姐姐也讲了很多弟弟的情况。这些方面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这个说明这个自己的弟弟的情况呢、啊，也是很有趣的。我们外国学长没有办法的，很直接的内容。如果有兴趣可以在中央图书馆去借一下这个论文，真的有意思。这它里面的那个内容啊，杜道长讲话的内容，这非常有意思，很生生动活泼的内容。这个我们外国来的就比较没有办法了。然后他的戏谱，家里的杜道长家里的戏谱也回原起来。因为我自己问的时候，土洞啊、姓林的、姓刘的、姓杜的都出来，这个是到底是什么关系啊？这很难听懂。但是先看了这个，掌握了一部分，看了这个陈宏文的论文的，很清楚，很爽快。所以啊，这个很重要，当地学者很重要。然后王昭文的这个是很有名的吧？已经，这个乔法的研究。这里面呢有这个杜道长的爸爸，那个不是杜道长的师父，那个吴阿汤的情况，吴天赐的情况，就是本来是小法的，写的比较清楚，然后他这个
交文呢也向这个古在花道长、陆道长的师父问了很多问题，拿出来了很多细腻的情况，这也是贡献很大。还有在场的洪银花也贡献很大，我觉得这个洪先生他们的现在有那个 digital 的数位的这个资料库也是非常重要。然后我刚才说的那个指出我们的缺点的丁教授的文章就是这个。嗯。哦，还有我可以的话，那一个不是社会方面的，是道教这个仪式里面的情况的呢，就是我对这个天师道有兴趣吗？所以天师道不可缺货的一个仪节就是出关纳关的问题。那我看这个台南道的进表仪式的科仪边或是秘诀方面呢，都没有这个出关，特别是科仪边没有出关，台南的没有出关，只有纳关。你没有头，只有尾巴，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提过，我跟道长们提过，他们说是如果出关呢，花时间太长了，你会说没受不了，所以这样的说法，时间的问题，他们说是本来是有的，但是其实可以变真的没有哎。然后我看这个大英图书馆那个十二个里，一模一样的，就是有这个出关的部分，有嘞。可以读上去，很高兴。这个出关的种类呢，是我研究过的这个灵宝系统的一个灵宝类型的一个出关的。嗯，这个发现也让我觉得非常的高兴，一个谜就解决了。所以古地地区的这个文献呢，要对比起来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方法，基本的方法。真的有问题意识的话，可以互补，是这样的。那个拉高伟先生呢，拉高伟教授的英文的那个书，也介绍乾隆先道讲的进表的部分，他也提出这个没有出关的部分，这为什么不知道？他也这样写的，他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就解决这个问题了。这小问题呢，但是对天师道的这个理解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嗯，是这样。然后窑子方面呢，我简单的说一下，简单的大家都看我的那个纲要就知道，这个窑子是比较特别，我觉得跟这个台南道正式的灵宝天师道灵宝系统呢很不一样。是我2007年开始参加这个团体考察团体，然后现在慢慢解读他们的文献。一个问题是，他们这个阶段性传度仪式跟崇拜家仙的一体化，完，这个我不念了，不要先读了。这个他们很复杂，他们的规矩啊。是很有体系的，跟这个宗教的传度跟崇拜家仙的制度也有一种非常严密的连接在一起。这个可能汉字社会很罕见的，或者是没有的。这个情况呢，怎么解释？怎么成立？这个也是比较大的问题。这个研究这个时候呢，也是很困难啊。因为这个什么平度农或是这个扎吉农这个一套资料里面有哪一种文书，然后这个文书对谁来写的，针对谁，针对什么祖先来写的，都问清楚。这个问的时候啊，很累，非常累，但是又问出来了就很有意思。这些方法也我觉得很值得细看的。第二个呢？第二个是道法的关系啊，然后我觉得窑子的参亲是地位很低啊，比较低，
老经济地位很高的，三经济老经的学者，这种说法有没有听过？好像没有吧。然后他们是鬼这个词汇来包含这个神跟鬼，两个category。然后七情三情三情鬼，这个三情跟鬼这个词汇连在一起的，我也第一次看了。就是泰山老鬼，就我安建墓园的安建墓园就看过了。泰山老鬼就是泰山老鬼，然后他们七情三情鬼，我看了这个时候很觉得很特别，比较特别。啊，那最近蓝电腰方面呢，也发现参天佛这个词汇也有的，所以佛教倒是也不奇怪，就是怎么说，词汇上的交流也很玩的，很比较自由的。这个参经的地位，参经也是学法带兵的，然后呢，法师们出去做仪式之前，在家里点兵啊，点兵的时候啊，就怎么点兵啊？就是点参经，不是重要的，点参经，手下的兵头。重要的是参经好像是将军一样的地位，他下面有120个兵，小兵啊，那要点兵就是说参经要。点啊，但是重点好像不是参经，其实整个的这个120个的小兵啊，所以这种把这个道教的东西变成法教的东西，是这种力量啊，是老子蛮强烈的，我觉得这个大法小不懂啊，法大小的具体情况，这很有趣的一个情况。这第三个要讲要点吧。这个不是免息的，是蓝天系的了子。我跟这个研究生们，他们跟中国来的留学生们一起读这个。上研究所的课的时候，记住这个，他比较特别，他那个科仪本文简这两类都不是很奇怪，是可以知道这个汉族的灵宝大法的框架来看，是可以接纳的，可以接纳的，没有问题，比较没有问题。但是呢，秘这个秘诀方面呢，一系的这个项目就有什么意义？这方面很特别，这方面是比较地方化。比方说，他这个有信心的细节，还有这个能根的比喻，还有这个人生母地母这些地方民间信仰的女生中坏的部分，还有很直接的，像红门、水门都是女性的那个生殖器官，这些都会。真的很多次出现的很多次，升级方面的，还有那个神农跟伏羲姐妹啊，红雪啊，这些方面的，比方说练度的时候啊，再一次生一个身体的时候，一定要讲到这个神农伏羲妹妹的这个交配的情况，那些道藏里面没有啊，道藏里面的秘诀也没有提到这些问题啊。所以这个当地的文化跟这个秘诀的内容重复在一起，这种情况呢，我还没，就是道教的秘诀呢，不是民间信仰的文献呢，这一个重点。那如果说民间信仰的文献的话，没有什么奇怪，但是真正是秘诀里面有差，把这些地方的文化插在里头。好多好多的这些情况我没见过，所以这个方面也要继续探讨。谢谢小芳。非常感谢刘文山教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
谢谢文泰教授，请我们再以一个热烈掌声来感谢。下一场延后5分钟，还是休息很重要。好，休息10分钟。